现在这个火箭啊，在它起飞的时候，大概有3000公斤呐、啊，哦，加上这个燃料跟氧化剂哈、啊，它会有大概3000公斤的重量，啊，然后呢，它出去的时候，它地面的时候推力大概有8吨呐、啊，哦，所以呢，它大概有接近2G 的那个加速，哦，飞出去，啊，然后它飞到最快的时候，大概每秒飞2公里的速度，啊、哦，大概最快的时候，啊、哦，它的速度会到达每秒2公里，然后以这种速度的话，就可以飞到大概250公里的地方。那目前的分析大概可以飞到270公里高了，啊，然后我们现在主要的验证就是要超过200公里，啊，因为呢，这种火箭我刚刚有跟大家介绍，啊，这种是混合火箭哈、哦，在世界的记录是120公里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如果能够飞到200公里以上，就是世界纪录，台湾就是一项世界纪录啊。以这个混合火箭来讲，那全世界都知道说混合火箭有它的很高很强的竞争力。第一个，它在刚刚有讲，它是非常安全环保的火箭，所以呢，它的那个制造成本就很低。好、啊，我们这个火箭跟同等级的其他的火箭技术来比的话，我们的成本是人家的10分之1以下，所以全世界都知道这种火箭的竞争力。